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复旦大学暨上海医科大学的校友会成立大会非常成功的举行了。那么今天在座的到会的大概有85名嘉宾和校友和朋友，那么我们从此以后在本地就有了我们复旦大学暨上海医科大学的校友会组织了。希望今后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下面共同交流，共同发展。